跳到变三角的。哎呦 ，sexy！ 又又啊啊！啊哇，有 intro， 哎，摆 pose， 摆好，摆好，摆好，不要动，等一下，这把我帅了吧？哎呦，朝天啊，好好，请扫地。哎呦，哎，这一团厉害哦，哎，好好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第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山石的小安。哎，排队啊，排队啊，下一位，下一位。Hello， 大家好，我是冰山石的小一。哦，哎，还有后面，后面又多一个，干嘛干嘛？我是 Venus 的 Sharon， 啊 Sharon， 还有 Wave，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的小红，小红，还有小红帽嘞 ，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的丸子，丸子，还有厉害厉害厉害 ，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的小鱼，哎，不错不错，哦，是小智辈 ，Hello， 大家好，我是 Venus 的燕子，哎呦，厉害了，你看人家韩国那个什么少女时代，少女时代，对不对？还有叽叽叽叽，对对对对对，叽叽叽叽，哦，你看那个叫什么？还有什么 Wonder Girl，Wonder Girl， 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 Nobody Miss， 好的，太多团了，有没有看到？台湾总是也要出一团嘛，他们就可以了，对呀，不错，可以媲美那个少女时代了，这一团好好加油，不过我大概身材也好。我本身大概十一二岁左右就参加过一团啦。哦，我奶奶带我去的北港进香团。没那么敢看。进香团谁没去过？你们今天太好了，今天我阴阳调和的很棒。是，有没有？你们一来，后面刚猛的又来，刚猛，这是阴柔的哦。对。有没有？后面是刚猛的，刚猛的，手里都拿着法器哦。真正的男人。对，他们就是台湾漂移团冠姓横移。刚刚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是消防队的嘞。对呀，对呀，有没有？对，哎，你还真说对了，这个衣服是有防火的，是防火。对，还有消防队大哥，万一他们这个车子有失火，失火或什么，他们车上都有灭火器，你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所以说太多事情。哦，是哦，哇塞，这位是队长的樱木啊，台湾甩尾王，介绍甩尾怎么比赛啊？甩尾，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华丽。比烟雾角度跟速度，烟雾角度华丽，华丽烟雾角度跟速度，就是你那个要很要很美。但是我看那个好像有没有那个车子是不是打到底，然后油门吹了它就旋转了？要一定要后驱车，后轮驱动的车厉害啦。还有我告诉你，你信不信他们都是可以哦，一脚踩刹车，一脚踩油门，同一脚。啊，本来就一脚踩，本来就一脚踩。各位，你们都觉得没有，他是同一脚同时踩。这样子哦，两，你说这样子，然后两边这样同时压。哎，让专家来说明，哪一位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就应该都可以啦。蟑螂，蟑螂，蟑螂，蟑螂哥，蟑螂哥，你叫蟑螂啊？长这么帅叫蟑螂啊？他叫人家蟑螂多没礼貌。帅蟑螂，好不好？帅蟑螂，因为我打不死，是是是，打不死怎么弄？我们的脚掌是这样子，那他在入弯点的时候，你点刹，脚跟又要去补油门，点在刹车，点在刹车，脚尖是点在刹车，后脚跟又要去补油门，对，增加他的那个扭力，对，增加他的扭力，真的假的？对，没有，你刚好相反了，他是脚尖在脚跟，有没有？然后这样，但是哦，但是各位，这个千万不要乱学的，在市区不可以这样开啊。一般的这个很多太太或者妈妈开车，她不太知道。是上坡的时候，各位逗撸呢，哦，你跟在她后面了，真的是吓死了，你当妈。一直来，刹车有几种？我来问你一下。刹车啊，就刹车不是吗？碟刹、碟刹、碟刹，应该机车。机车，不好意思。一般知道的，大概是只有两种最多了：手刹车，就手刹车，脚脚刹车，那两刹对不对？还有一刹，什么？叫做挡刹。挡煞，来来，你看的，你不是倒贴物件的，李坤城来讲一下挡煞是什么？什么是挡煞？挡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高速的时候，是，哎，这时候靠我们退档的速度，把引擎的转速拖下来，然后我们脚的刹车就可以放轻一点，不需要那么大力。这只能算对了一半。真正的挡煞是什么？是什么？门的前面会有个八卦镜，要摆在正前面。然后有煞，你再说，你再说，再说，
乱讲乱讲。他们这一团是很强的哦，有没有看到？厉害！刚好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奖杯的，搭配一下漂亮的美女，对不对？阴阳调和，来当你们什么呢？赛车美女就好了。刚刚你们那个赛车是不是都有美女？对不对？名车配美人没有这么漂亮吧？啊，名车配美人喜欢吗？喜欢吗？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经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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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的呀，你有拿过什么奖杯？哇，好大颗哦！我起这个好垮的吧？哇，拿过呀！最大的奖项是什么？这是什么？原油会啊！其实拿很多了，我也不知道。水这蛮重的呢，对呀，这哦，好大哦！你小心，不要把人家搞坏了啊！还有后面还会怪手制，哎，都有哎。为什么叫怪手制？因为本身在做挖土机这个行业哦。哦，我以为你开车都用这样开。啊，罗凯蒂，哦，哎呀，厉害了，拿到什么年度总冠军？好年轻哎，年度的第三名，季军。第三名啊，拍谁哇？对对对，季军不错了。哎哎，不是有一个吴亦凡有来吗？哇，来来来，哇，一下一下，来亦凡亦凡哈。那我新专辑献歌，亦凡砍掉重练。他爸爸也是我们的算是前辈了，哎，他爸爸是北原山猫，是北原还是山猫？是北原山猫，是一团啊。这个第几张专辑唱？其实严格来讲是第三张了，可是因为为什么名称叫砍掉重练，就是等于重新再出发，重来，对，重新出发。那是有，然后这有活动，只要12月21号是不是？对，12月21号是我的演唱会 ，Restart 演唱会，在西门町大河岸。啊，这里有甩尾吗？有没有甩尾？这没有甩尾，没有甩尾。在后面，对，砍掉重录，谢谢，谢谢。好，各位，现在呢，这个先慰劳一下大家，我们来比赛好不好？吃吃看我们传统韩式料理，欢迎三元韩式花园餐厅。大家看到都疯狂了，他们这一家店呢，实在是太有名了，是刚好跟我们这个节目啊，黄金300秒的制作单位刚好对门。就在我们的对门，所以是非常亲密，又是邻居，然后又是美食专家，所以人家说远亲他是不如近邻。今天他们就来了，太好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哎，你好，你好，哎，你好，我是翻译，翻译，翻译大哥，我不是总厨，那这位是，他就是总厨，三元韩国料理总厨，干嘛要翻译？我韩文 OK 的，真的假的？阿联谁哟？阿联谁？那麦克风给他耶。阿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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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文，日文，日文。啊，这韩国人不能到日本去玩的。韩龙是日文的。乔弟，那请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哎哎，这几道菜，今天带来这几道。이거는저기뭐야한국에서先来介绍这个佐料。啊，이거는이제这我听得懂。이거는전부한국에서가져온채로입니다韩国的红酱。도짱。韩国来的。韩国来的酱。이제도짱。韩酱。예이거산토这个蒜头，蒜头，这个你如果翻译，我就跟你翻脸。我瞎了，看不出来是蒜头。那这个是，我是葱丝沙拉，葱丝沙拉，葱丝沙，葱丝，葱丝，哦，凉拌葱丝，所以它里面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味道，对，淡淡的呛辣。요거세가지는고기하고같이사먹기위해서这个三个，这个三个的话，吃卡肉的时候一起爆肉。吃烤肉，卡肉，卡肉，吃卡肉，卡肉。你本身韩国人，韩国人，中文对不起，在翻译中文，告诉我们要吃卡肉，卡肉，烤肉，烤肉，用这个啊，把它包在一起，沾了这个酱，然后放一点这个大蒜，大蒜，是，再来这个 kimchi 的。是 kimchi， 我不翻译这个泡菜，这个是萝卜对不对？萝卜泡菜，萝卜泡菜，啊，这个是高丽菜泡菜，白菜，白菜，大白菜，白菜，白菜泡菜。哎，这一个呢？冬粉，韩国冬粉，地瓜冬粉做的，这个是冬粉啊，凉拌冬粉。我刚还以为我们在射橡皮筋，那个橡皮筋，对不对？冬粉，好，再来，再来，再来，这个。육회이거는육회입니다육회육회는한국그생牛肉哦生牛肉凉拌生牛肉月见牛你看这边还有个蛋黄对这个是鹌鹑蛋鹌鹑蛋是你翻译给他听他不知道什么是鹌鹑蛋啊little bird 小鸟 little bird egg 같이비벼먹기위해서搅搅一搅这个的话他的意思说这个的话就是生牛肉凉拌的时候就是更有味道更好吃哎
子。对对对，增加男人的精力就要靠这一套。对，甩尾哥就要吃了。对，再来这一道啊，是不可能没有吃的，到韩国料理店必点的，是人参鸡。汤给汤，汤给汤。你看哈，这个很好，这个鸡有一个特色，你们可能不知道，它这个鸡啊是小鸡，春鸡。春鸡。然后呢，你看它整只，为什么要整只呢？因为它肚子里面会塞进去糯米，然后再去煮的。是是，看到看到，哦，对不对？我说糯米鸡，对不对？还有这个春鸡 summer chicken。Tteokbokki 就是韩国辣炒年糕，辣炒年糕，这个台湾也很受欢迎，对，很受欢迎，台湾人非常喜欢，每个人都很喜欢。那我们今天啊，要让大家看看的是什么？你看，就在这一道，对不对？哦，这道很厉害了，是你，是我们等一下的题目，好不好？好，一二三，烤哇牛肉吗？好不好？好香哦！先来试试看。他要料理这个肉，切这个肉片的。等一下都有的吃，都有。我之前去韩国啊，就是他们的牛肉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去韩国还吃生的。切了之后可能会黄带。哦，哎，闪着的，哎呦，怎么了？怎么了？韩国师傅神乎其技的精湛刀工，广告回来让您大开眼界。这个师傅长得这么的斯文，对啊，切牛肉这么的，哇哇哇哇哇，好利落！你看，这个是牛小排吗？牛小排，牛小排哦，听得懂哎。哇，这个刀工了得啊！哦，所以他们要爆成一薄片，哎，哇，打开了，它切断哎，哦，哇，哦，所以他就一片，然后把它拉成三，哦。难怪我们看到那个肉就是拉起来是一长条的。哦，我那时候去韩国啊，哇！哇哇哇哇哇！哦，他还把它切生，为什么你知道吗？让那个肉汁才会进入到这个肉。哇，是是是。老板好厉害哦！好帅哦！对啊。哎，哦，所以你看那个纹路已经网状的，网的啊！哦，所以网状，所以。嚼劲各方面都还存在，它力道拿捏得很好。先这样切了之后，他们会就放到那个他们的酱汁里面，酱里面。这个是酱汁，酱汁要泡多久？这个要泡多久？已经调过的那个。泡两天了。哎，你听得懂吗？你假韩国人，叫他看后面跳骑马舞，就知道他是不是韩国。欧巴刚刚 style。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准备要来吃这一道了啊！一、二，泡好之后烤好就在这里了。哎呀，是，맛있어요，맛있어요。各位是两天后，一人拿一片，好不好？来来来来，哎呦，天哪，他切的好细，哎，你看那个肉汁，然后要配那个啊，香菊，啊啊。不好意思啦，哈，沾一点酱，沾一点酱，要包，要包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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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起来。但是大家说啊，直接住口，先够。他说亲自包肉那个给你吃，他亲自包给我，亲自包给你吃，就是看，就是看，来来来，我们看他正统的包法，好不好？哦，是哦，哦，哇，谢谢，맛있어요。爸爸，哦，有点酱，然后有点辣，好好吃。哎，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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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色轻友，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好好吃，好不好吃？哎，那个肉很棒，有没有？肉汁都还在，有没有？肉很嫩哦。来，那我们就好派一位代表，哈，来自己包一个。要包的一样哦。要欧巴帮他们包啊。看到漂亮女生就开始哈，哇！我看她愿不愿包一个给我们赛车手吃。哦，爱心。哦，맛있어요。哇！哎呀，来来，哎，全音乐包一个给她，一个，哪一个？丽达，昆城，来，来来，这样，来啊，不要客气。对，要比爱心，比给她，快点，爱心。啊啊！
亲个，抱一下，怎么样？太大口了，说不出话来。你刚刚找到，刚刚找到甩尾，我来一遍。再没有再来一遍了，哇！哎，他这个肉怎么能弄这么好吃啊？对啊，你不相信这个肉有多么的多汁？我不相信。妈呀！好想甩尾哦！你赶快，你赶快把你今天的酬劳吃一吃，好不好？我已经吃超过了，好不好？太真的太棒了！我们这个扫去之后就让他开动，好吧？他准备要来比赛，好一些。下次我到店里去找他，好吧？你跟他讲啊。好，你一定要现场包给我喂我吃哦。再拜托你了。好，考你们一个问题啊，好不好？台湾的冬粉是用绿豆粉做的，请问韩国的冬粉是用什么做的？答案该不会是韩国绿豆吧？地瓜。地瓜，哎呦，好，有创意。是什么？用地瓜粉，我猜地瓜。地瓜粉，你们猜玉米粉。玉米。你们猜。玉米粉。你们猜什么？轮胎屑。轮胎屑。那能吃吗？那个鸡油炭。好，有地瓜粉，有玉米粉，有马铃薯粉。真正的答案是。苦苦吗？成分里面。苦苦吗？地瓜粉。地瓜粉。哦。这个就是了，这个嘛。哦，这个是用地瓜粉做的，有没有看到？所以又多增加了一个很棒的尝试哈。好，那么现在准备要开动啦 ，Are you ready? Yes. Are you ready? Yes. 开动！哎呦，厉害厉害厉害！好，美味しいよ。又到了自助餐时间了，享用美味料理的同时，也要谢谢两位李先生为我们带来这么丰盛的韩式料理。哎哎哎，别光顾着吃啊，准备比赛啦！好了，吃饱了，决斗了，马上进入我们飘飘浴间。好的，飘飘浴间第一棒，来来来，梅君，请准备到中央位置来啊。Venus， 第一把第一轮就夹到就一万，第二轮5000，第三轮3000，三千 ，Ready。以后尽量不用屁股去夹。哦，看他就搞哎嘞，对不对？要脸朝前呐，对不对？那么观众老是看到你的屁屁，对不对？你这四角裤跳的已经快变三角了。第二轮 ，Ready。不能从地上插上来，好不好？来一腿，哎！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啊，你一定要眼明手快。哎，屁股不要朝上。两次了啊，两次了，最后一把，最后一把啊，最后一把 ，Ready， 3000块。Ready！ 帮忙帮忙！来哦来哦！还有！差点攻击到宪哥哎，第一把，差点攻击到小宪宪 ，Ready！最后一把，第三轮
，Ready， 加油！奖金剩下3000块，加到，好，两队都是3000块，大家看到哈，你这个都在最后一刻才想到，现在甩尾王压力来了，啪一夹就10000了嘛，派谁？来最会夹的，一梦，英哥，英哥，好，加油，一分 ，Ready。稳定的，加油加油！一万，好，一枪了啊！第二轮 ，Ready。对，很可惜，你那所以这个时候就知道平常筷子有没有训练，你手指头在练，在放松，哇，好硬啊！我来，我跟你讲，放松放松放松，这个位置就刚刚好，放松放松，好拿好一点，好来，最后一轮了 ，Ready， 不是方向盘，不要握那么紧，松松的就好了，来了来了，注意看注意看，奖金券3000块哦，挑稳定的稳定的，那边那边。队员的脸，敬你有用吗？敬你有用，一毛都没有，暂时落后。想不到没过关的是唯一的男生，看来你们用筷子的功力果然是不如用排档杆。没关系，还有下一关，也恭喜两位女生都获得了3000元。马上进入我们第二关卡，头头是道。好的，头头是道，我们现在这个。惯性横移，现在要来血池，没错，上面那一关夹也夹不到，没夹到，对，力道没有控制好，可能是他们很厉害的哦。哎，准备了哦。哦，其实我觉得，因为他们在开车，空间方向感应该很好，对，对不对？那种导航系统应该超强。对，有没有看到前面这个路哦？他怎么样的姿势可以过去？对，怎么样超车？怎么样？一定要有个预制值，对对，有没有在你心里面预制一个？我们这样讲，他们压力就大了。对，加油了哦，你们 ，Ready。3, 2, 1, go！ 很厉害，各位破纪录了！破纪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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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纪录了！破纪录了！恭喜！好强哦！只用了10秒，剩下50秒，25000元的奖金。好，换人，下一队，下一队轮到谁？下一队轮到 Venus。Venus， 我看不到。前面人家才用10秒的时间就完成，轮到你们了 ，Venus。好高哦 ！Ready， 3, 2, 1。加油！看到他们只用了19秒的时间，哦，但是我刚刚发现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怎么说？他们没接到之后，后面那些甩尾，耶！没有没有，各位，所以现在呢，两队如果都拿到成绩的话，23500，这边是25000，是很接近的，差一点点，差1.5秒而已哦。好，来，可怜落单的，我帮你打好了，好吧？可以不用玩啦，他们都那么厉害。你放心，我来，先哥，
宪哥很会打的，先让你练一球看看，好不好？好，打一球过来看看。宪哥超强的，我宪哥小心，你很强的。我先跟你讲讲，你不要动，他会直接打到你的重点。我们都姓吴，是爸爸又是我们的前辈，是，我一定帮忙你到底，好不好？让你两球就接好，来，预备，第一球。但是我连拳打都不会打哎。不要生气啦，都是吴家的人。你有看差不多啊。练一球。哎，没办法嘛，这个运动神经不好啊。你是要跟人交谈的哦？啊，有缘就来偷钱看我呢。啊，正式开始了。来来来，球球。等一下。预备，吴亦凡 ，ready。Three, two, one, go。点呢，在这个意料之中啊！再来天使，你们的成绩，今天有没有看到19秒的10秒哦？10秒，还欢迎天使奖金保卫战来！好，欢迎我们的燕君，还有我们的安娜丽 ，Ready！ 加油！到底燕君跟安娜这对搭档能不能扮演程咬金的角色，挡住惯性横移跟 Venus 这两队的高额奖金，让他们扼腕呢？Ready. 加油 ！Three, two, one, go.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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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9秒，所以呢，他们用了21秒的成绩，所以我们的惯性横移还有 Venus 统统有奖金，现在是23500的 Venus， 2000元的惯性横移，3000元的吴亦凡，虽然没守住，但是天使团你们的表现也不错，只能说对手太强了。至于吴亦凡，剩下最后一关，你要好好把握啦。好，马上进入我们决战一关，毛毛虫。加油！好，跟三队参赛者稍微解释一下，好不好？为什么让我们天使先来？是因为你看到他们的速度以后啊，没错，就知道你们速度需要有多快了。对，让你们有个底。那个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是像牛尾巴被烧到一样。你只有一个念头，往前冲。对，这个在当年就叫做战国时代，好像战国时代不是火牛阵，有没有看到？所以那个举那个地方，那我们今天的牛就是我们的瑞妹，是母牛，母牛啊，不，说母牛对人家不礼貌，是乳牛，乳还不是一样？还不是一样吗？啊，还不是一样，乳牛身材好啊，乳牛身材才好，而且分得清黑白啊，对，是不是？好，准备了啊，加油了，乳牛，加油了。他们一辈子跟那比速度、比飙车，有没有？今天要比毛毛虫啊！加油啊！第一次没有轮胎比速度。Ready, three, two, one, go！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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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用力，脚痛不痛啊？脚跟会痛啊！脚跟会
今天他的状况不是很好，因为最好成绩是二十秒，最好最好成绩二十秒，不过已经不错，很厉害了。那我们先让吴亦凡来，好不好？因为他算是比较啊，哦，还没带好噻，那他们先来好了。好啊 ，Sharon，Venus，Your turn，Come on， 准备了 ，Venus 来。来，姐妹们，给你们这个队友，他叫什么 ？Sharon 是吧 ？Sharon， 好，一人一句给 Sharon 加油一下。Sharon 加油，像猴子一样往前冲。像猴子一样往前冲。猴子一样。Sharon 加油，像猴子一样往前冲。猴子啊，猴子啊，你是猴子。Sharon 加油，回来就有腹肌了。腹肌了，有腹肌了。Sharon 加油，快点往前冲。还有一个，还有一个。Sharon Venus 就靠你了。好吧，加油了，不能输给我们天使啊！一分。Ready, three, two, one, go. 没有，没有，速度算蛮快的哦。而且没有慢出，没有慢下，中段加速不错。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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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快点，不能停下来，再两步，再两步。同分的话，奖金算数。好，各位，但是现在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赢过你们啊！来来来，没希望的先来，好吧？来来来，好，一凡加油。输人不输阵，没错。前面有那个运动家的经验，对，有没有看到？我就跟我们考大学是一样，是高一，高二是高三，高四，高五，我这五年都念得很差。好，不是，我们都没有放弃啊。没有，我高中念五个，念五个学校。对，为什么太优秀了？没有学校，没有学生，学校都觉得说，哎，你这个学生这么厉害，我没有办法留住你。看到你都头大了，是不是？然后呢，成绩都烂透了，我剩下两个月就好好念书。是，心里想说，再不行要去当兵了，啪，直接就是考上国立的学校了。哇，太厉害了。还是要加油了，一凡，好不好？好，希望你能够一帆风顺。Ready, three, two, one, go. 啊！哎，他今天是个跑汉船的。哎，你是哎，那是毛毛虫，你是瓜牛啊！加油！坐后面一点，到后面，你要坐后面一点，对对对。什么？砍掉重练，砍掉重练，我才想叫你砍掉重练呢，对不对？你人家是毛毛虫，你坐太前面了，对呀，对，你那个只有用两个字来形容，你刚刚这样经过我们面前，是不是？感觉只有两个字形容，什么是？凄凉。哦，真凄凉啊！各位，强棒来了，好吧，派出来的是怪手智，呵呵，加油。一定要二十，你等于是要二十二秒内，二十一秒，二十秒。你如果超过23秒的话，就被干掉，就输了。对，好不好？加油！那如果超过23秒，你就走了，就不要回来了，好吧？就溜出去了，不要回来了。喜安，你如果到一半一看啊，已经输了，你就直接滑出去。对，就走那边。有多远走多远，安全帽跟弹弓都不要了。谁啊？那个蟑螂的老婆要生蟑螂蛋哦，好吧？等一下早上7点就要进去产房了，是生第二个嘛？一看长那么漂亮啊，我一看就知道是生女生，这一胎是女生，男生呢？你糗大，你买卡片哦，真的吗？啊，前面已经有一个，也是男生啊。哦，不错，哎呦哎呦，马力不错哦，好，加油了，好，哎哎，阿吉啊，哎，好，那么这一局就决战了，好不好？
本来会叫队友帮你这个加油打气，但没有。我们现在请你们的敌手听听他们的说法，来，有什么话想对阿志说的？阿志慢一点啊！哇，阿志疯了！阿志，刚才来到盘丝洞，有没有？哦，这恐怖！啊，你鬼吼，这卡牌卡卡大，阿伯会去捏掉哈。注意啦，马上看看我们的惯性横移 ，Ready？ Three， 加油 ！Two， one， go。只用了19秒的时间，所以今天获胜的是台湾漂移团队惯性横移。没想到吧，惯性横移竟然打败爱跳舞的 Venus， 真是跌破大家眼镜。Venus 使出美人计没能奏效，只好下次再来挑战喽。6万6000元的奖金到底能不能到手呢？马上看我们哦，黄金 ATM。黄金 ATM， 那么恭喜我们台湾惯性横移车队，他们是玩这个漂移的，有没有？嗯，就是所以有一部电影你们都已经有看过，飘飘，对不对？就是钢铁人，差比较多，头文字 D， 头文字 D， 对对，哦，挂好了，好吧，面对66000元，46000块钱，双方请掷骰。大头线 VS 惯性漂移，66000块钱。好，哇，看声音响有点大声，今天多准备等破啊，吓到了。先看你们的牌，你们看牌，看惯性漂移，请看牌。先看我们的，对，要给镜头看哦。哦，你们看牌，我看你们的表情。好 ，OK， 脸都绿了，因为。舒服的表情，舒服啊，舒服。大头线，请看牌。怎么叹了一口气啊？没有，我觉得他们66000不保了。不保。没关系，不管怎么样，现在才第一局而已。好，是啊，连二才有。客人先来，请喊。你先喊。3-4。3-4。哇塞，我一剑没喊这么大。一喊就喊这样。算是这厢好有理了。3-4，大头线，请叫牌。3-5，3-5，现在叫到3-6，3-6，说谎，有哎，说谎就算了，还跟我挑眉啊，蛮帅的，四人一起挑，1、2、3，我们反击一下，3-6，3-6，宪哥4-6，4-6。5-6，哦，那真的有六，真的有六，他两颗吧，66000他含5-6，哎，对啊，中牌的，这个66000逼死我了，我觉得你还是老实一点，因为我觉得你最近蛮背的，5-6，我觉得他应该吞口水，眼睛，5-6其实蛮大了，去跑龙来啊那。我觉得会不会他只有1-1、1-6？我说谎的时候只有一个征兆，什么征兆？头会变大，知道吗？说谎的时候就是胯下会有点痒。6-6，6-6，哇！后面这位罗凯蒂的汗已经汗喷成大滴，是衣服太热。66000块钱，66000，惯性漂移，我竟然喊到6-6。没办法再喊上去了，抓，好，抓了。我是喊5-6嘛，6-6，他们喊的，开，3-6，这个，你如果喊7-6，我就死定了，不好意思。4-3，有7-6，哇，太衰了，哇，你们两个
牌太像，所以他一路喊，你也跟着一路喊。他认定我两个，我是在勾牌，不好意思，我现在勾勾勾勾勾到最后，我确定他是有六的，对，就是这么一件事。七个六，不好意思。一比零，第二回合双方请掷骰。好了，现在已经一比零了。六万六千块钱。哇，看谁来了，我去 combo， 快要破了。好，邓冠透过邓迪啊，其实惯性漂移，请看牌。完全没有表情。落后一局的惯性横移，这局摇出两颗一，他们能借这把牌绝地反攻，上演大逆转的戏码吗？惯性漂移，请看牌。完全没有表情。现在这个牌不好，你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好，大头线，请看牌。来，我们呢？现在一比零，宪哥领先，惯性横移，你们已经没有退路可以退了。要抓的时候就不要客气 ，OK？ 这个牌就不要客气啊。好，对啊，这么会洗。惯性横移，请叫。输家请先叫。两个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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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三，清楚。六万六，三个三，四个三。哇，怎么好像上一把的感觉啊？宪哥，四个三。哎呀，四个五，四个五，宪哥喊四个五，惯性横移。反正他怎么喊，我们就是一脸笃定就对了。好，四个五。没有的牌，我们也是一脸笃定。对，五个五，五个。我觉得他应该排不好哎。对，五个五。我觉得他有，应该你们没有退路喽。我要跟阿志讲一句话，该抓要抓哦。阿志，五个五。不要难过，不要再哭了，不会的，好吧。五个五，其实你们今天可以站到这边，都是因为阿志，因为他那个很厉害，毛毛厉害，毛毛草，高岗的一位，阿志对不对？很厉害，真的。五个五是吧？五个五是。嗯，横移车队，这个牌，我如果喊六个五，制作人可能会冲进来杀人，把你头拧掉。没有，拿他的银行存款簿给我看。五个是啊，是。我猜他应该只有两个，所以你要抓吗？五个五，开你。好，五个五，亮出来。你现在已经一比零了。还没有看，就拜托拜托，就真的要直线冲刺回家喽。是啊是啊，一二三，真的有三个五，三个五，三个五。现在是现在我是一比零嘛？对，现在你领先一局，你还可以，你还可以再输一局啦。我，或是二比零收场。我跟我女儿约了要吃宵夜，真的假的？我跟你们玩了。各位，真的，谢谢。没有，二比零，天意啊！谢谢，再次谢谢他们，谢谢我们 Venus， 谢谢，好，加油！明天同声继续回到黄金300秒。不怕风流跨边，就怕气绝不歇。不过是点缀，麦克风对着嘴，聚光灯就定位，通常希望在等谁，红花娇艳，世人竞相栽培，谁敢沦为城池的绿叶？你看我索然无味，我看我憎恶讨厌，砍掉重练。就惊艳动容，我要一开口，冰雨融化冰川，润泽沙漠变成绿洲，我要一回眸，美好从此不朽，无惧流年易碎一枯荣，我要一回首，丑陋的腐败的冻结狂风中。